我还在弄手指呢。哇，真碎，真瘦了，真碎，我今天舌头怎么了？看之前看看是很正常哈、啊，嗯，那你看他也是，那他们两个，再看看也是很正常，你看，他拿给你什么钱吗？20啊，他说这是20嘛，我说对，然后他指着钱包里的10块，他说这是10块嘛，我说，好，他把你催眠了，嗯，看看很正常的。哇，他哪有这样的？哦，天，放在手上，看到没有？嗯，然后用钱包挡住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你看夹住了。那。哦，真的耶！你那20块又拿了，你傻呀？这样子也给他拿起来数啊？他用钱包挡住。哦，你看，真的是夹住了，你看。变魔术一样，你看。真的哈。嗯。真的给他们拿走了。故意的呢？你傻，钱就当给他放。